可以问一下那些负责人。没有，没有负责人，没有负责人。这位讲没有负责人的就是负责人了。行动党甘榜东姑州议员刘永山来到 JJPTR 举办的千人宴会场，不管怎么询问都不见所谓的千人宴负责人。最后是在酒店业者的协商之下，为了避免妨碍活动进行，媒体记者和刘永山一行人才被请到外面继续洽谈。If you see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hotel management, please tell them to allow us to wait here. Okay, I give you a space to wait because the participants they feel uncomfortable.我们来到这边就是希望能够确认自从这个李宗盛被逮捕之后呢，到底他们的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集团的主脑或者是领头呢还在运作。那么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确认他的身份。这场千人宴虽然一开始就闹出小插曲，不过钱都给了，出席者还是准备盖章入场，只不过媒体就不那么受到欢迎。他是没有邀请媒体是不是？没有邀请媒体，完全。那你们是负责人吗？我不是负责人，我是半个盲才，我们也是有什么，只是发的。那为什么是接到谁的指示？你手已经不能够再跟人讲话了。是接到谁的指示来负责帮忙的、啊？